来呢，要出场的是喜气洋洋战队的欢乐话筒组合，他们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《重新来过》，一起欣赏吧。你真漂亮，丢不了，我回来，丢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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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呦呦呦呦，哎呀，这小两口啊，太腻了，哎呀，火山小视频，我给你传上去，让你裹个够，我还能出来。拍我干嘛呀你？你拍我干嘛呀你？哥哥哥哥哥哥，你要下蛋呢你啊？我是真服你，怎么了？你说你都长成这样了，你还能娶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，对你是千依百顺的，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呢？我长成哪样了我呀？哥，你长得多难呢你？哎，哥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吧，你媳妇儿要是平时跟你磨叽的时候，你怎么对付她？磨叽啊？那女同志磨叽点不挺正常的事吗？拉倒吧，人别的女同志那叫磨叽，哎，我媳妇儿啊那叫磨叽，太磨叽了。今天夏天这不上海边吗？嗯，就因为我没穿拖鞋，这家伙大太阳根底下跟我磨叽了3个小时，说了3钟头，但脸不晒黑了？脸没事，牙黑了。妈呀，感情这嘴就一直没闭着这个。所以我说哥，我就服你，你教我几招行吗？哥，我这日子过得太闹腾了，哥行吗？得嘞啊，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子上啊，我教你3招。三招、第一招要贱。贱？我还得带个兵器呀。带兵刃干嘛呀？要可爱，可爱一点。第二招亮剑。亮剑这啥意思啊？要可爱的闪亮的剑。三招再见。哎哥，你这没教完呢，怎么能跟我再见呢？你说呢？这再可爱一点。明白了，再见哥。再见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剑好不好使，反正回家用一用，必须得用。哎，再见，亮剑，可爱。媳妇儿啊，我回来了啊，媳妇儿。媳妇儿啊。没在家，哎呀，正好没在家，清静啊！哎呀，回来了。哎，媳妇儿，行啊，现在回来就直接潜伏了，跟我在这玩谍战呢是吧？不是谍战，是决战呗。用我给你30秒钟，让敌军到达战场。到达战场啊！媳妇儿，咱俩这不在家呢。哎呀，你还知道在家呢？你现在还把这当家吗？啊，回来就拿个手机往那一趴，跟我装考拉。人家考拉偶尔还动一下，你可倒好，一动不动。咋的呀？你这个考拉让人给考了？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？看看人别人家那老公，回到家不是洗碗就是擦地，你可倒好，别说擦地了，连下地都得让我扶你。咋的了？退化了啊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个准信儿？你啥时候能退化成猴？我好提前给你买根香蕉。你什么你？你就知足吧你！谁家媳妇儿像动物饲养员似的这么伺候你呀？啊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你现在张口你都懒得张了，咋的呀？想让我喂你流食啊？啊，你都懒到一定境界了你！看着没有，回家就拿个手机搁那鼓捣，上厕所手指不带都得带手机啊！一蹲就是一部美国大片，哪次你出来不是跟着片尾字幕一起出来呀？啊！出来了，你倒是换个地方啊！哎，又往那儿一爬啊，说也没反应，说也没，我就这么说，还没反应，看没看？有反应就是这样一副无辜的表情。我跟你说，就我看着你这表情，我都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告诉你，有没有你这样的啊？你说这老公这么多，有没有你这样的啊？回家去。行了，你别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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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动。
了，我还受够了呢。媳妇儿，你看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墨迹了！哎呀，怎么样，兄弟，都 OK 没 ？OK 呗。O 啥 K 呀、啊？一招没使过就让人 KO 了，你没看着啊？我那三招都没用上，你都没用啊？都没用，我根本就插不进嘴儿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你说现在做买卖也是，糖块卖不出去，写上仨字儿“后悔药”就能卖出去，还挺有意思。嗯，你别说，还挺甜，还。哎呀。行啊，现在回来连个招呼不打就直接潜伏了，跟我在这玩谍战呢是吧？哎，媳妇儿，你不是谍战，是决战呗，用我给你30秒钟让敌军到达战场。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事儿，你天天回到家拿个手机往那一趴跟我装考拉啊，考拉人家偶尔还动一下，你可要好，一动不动。咋了？你那考拉让人给考了。哎，媳妇儿，就刚才这一切你不觉得特别熟悉吗？可不熟悉呗，我天天这么教训你你才熟悉啊。啊，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，看看人别人家那老公回家不是洗碗就是擦地，我呢别说擦地了，就连下地都得你扶着我，对吧？哎呀，我是不是退化了呀？我呀，我要不要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能退化成猴，然后你好提前给我准备根香蕉。你什么你呀、啊、你就知足吧。哎呀，谁家媳妇能像我这么照顾你一样伺候你呀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你就知足吧。现在你可倒好，连嘴都不张了，怎么的让我为你流食啊？哎呀，你回家你就抱个手机，上厕所你不带手指你得带着手机，一蹲就是一部美国大片，哪次你不是跟着片尾字幕一起出来的呀？哎，你说你出来，你倒是换个地儿啊，就往沙发上一躺。跟你说你也没表情，跟你说你也没表情，跟你说你就这一脸无辜的表情。哎，媳妇儿，这时候我应该说，哎呀，我受够啦。你转身哭回屋，转身哭回屋。哇，这种感觉爽。世界是否痴傻？我没蜕变成猴。怎么样，兄弟，都 OK 没 ？OK 呗。太爽了，历史重演了。我那三招都用上了吗？用上没？哎呀，我一激动给忘了。那咋办呢？再见。再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真有后悔药啊！哎呀。我好好捋一捋啊，我要是再吃一粒后悔药，我再从头再来，哎，这回我跟我媳妇好好的可爱可爱。对，就这么着。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媳妇儿。我回来了，你别说话啊，你看我可爱不？这时候你可以说话了，说我绝不反口，说。媳妇儿，你咋犹犹豫豫的今天呢？这不是你风格啊。你说你是考拉，你说我是烤糊的考拉。说呀，台词不对，说我是考拉，快说离婚吧。为啥离婚呢？因为我在这个家感觉不到你。你还感觉不到我？我天天就往这一躺，多显眼啊！你怎么感觉不到我呢？媳妇儿，你是挺显眼的，你那心呢？我心也跟你在一起啊，媳妇儿啊！你说我天天出去加班赚钱，我不都为了这个家吗？我不都为了你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就说吧。你要啥？
全满足你。我要沟通。沟通。你看看你现在回到家，甜甜，啊，除了一句我回来了，再没别的话了，就往那一躺，我怎么刺激你都一声没有。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唠叨啊？啊，我不就想让你多说两句话吗？行，现在你也不用说，啊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唠叨。要是没什么意见，你就签个字吧。哎，媳妇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先收好，我有办法，咱从头再来啊。等着。找啥呢？后悔药吧。现在就是有后悔药也没用了。没了。怎么样，兄弟？都 OK 没 ？OK 没？不啥 K 呀、啊，我这局面控制不了了，这个。我那三招都用上了吗？用上没啊？哥，你快进来，来来来来，嫂子哥。用啥呀？人家现在要跟我离婚。呀，那你还搁这干啥呢？赶紧劝劝去啊！赶紧劝劝去。媳妇儿啊，能让我再跟你说几句话不？是。我工作忙，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？我出去天天加班加点，拼命的干，钱呢现在是越赚越多，咱俩的话越来越少了，日子越过越好了，咱俩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。媳妇儿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媳妇儿，弟妹，你看他都承认错误了，要不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再给他一次机会也行。那我问你个问题。说，媳妇儿。那糖好吃不？糖？什么糖啊？就是那个后悔药。嗯，后悔药。你怎么知道我吃后悔药呢？那后悔药那瓶子是我买的。那糖是我买的，我放进去的。啊！你们三个，你嗨，我的天哪！因为这不是您总冷落弟妹吗？弟妹找你们俩帮的忙。是，要不你还以为这世界上真有后悔药呢？有，媳妇儿，真有后悔药。今天这次经历啊，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后悔药。咱俩从头再来，行不，媳妇儿？行吧。还瞅啥呢呀？赶紧回家吧，赶紧回去了啊！慢走啊！要不你们先聊会儿。常来了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，赶紧。媳妇儿，你快坐来，看。坐啥呀？啊，老公，我跟你说，我，你说说你。